但你記住，你唔好同佢咁樣對就得啦。一唔啱就打佢呢度，佢一高嗰下你都爆落嚟，冇錯啦。你聽我講明啦，開波咧唔使開得咁麻煩嘅，開住個中間，開住個保持位就得嘅。你一逼你嘅頭邊嗰啲咁嘅人，可以都拉到啦。咁你點會拉唔到佢啲波啊？佢唔會彈，佢唔會冇呢啲噶嘛，佢冇呢啲，所以你打得鬆啲，你唔好緊張投贏佢，唔啱位嗰啲就係頂位住佢中間啊。咁佢去海咧，你鬆佢埋嚟先啊，唔使縮得咁溜楞啊，你向住中間咁擺就擺落去就得。相啊都，係啊，都三年前都有啦，係嘛？三年幾唔係啦，2011年，哦，2019年。2010年，係，11年前啦。2012年係贏嗰個全國兩屆冠軍，50-59場。Yeah.
俾我打到佢第二年喺重慶遇到佢氣喘，大家又發病。哦、啊，我同佢個隊友講佢話，我翻去話驚咗我啲波，好難打噶。有陣時同你打第一、第二、第幾次，可能。又遇到你啊，真係唔好彩啊，邊個？難路虎啊你！贏邊個啊？我好彩贏咗羅浩峯。贏羅浩峯，咁我今朝唔好亂收板板張噶喎，好犀利喎！他打過很多次的了，同埋諗到。Yeah.
好。